看看，我们又采购归来呀、啊。这个是我们昨天在某优选上买的，这个是西兰花糯米粉啊。但买了粘玉米，妈的冻的，粘玉米不咋地也看着，不是很实诚。还有这是土豆粉儿、芒果。所以说很多小伙伴啊问我们这个买菜方不方便，其实挺方便的。你像买这种就是某优选呢，网上买菜呀、啊，就是送到村里，村里离村里就2公里左右，啊，取快递呢去镇里啊，镇里呢有菜市场啊，买肉买什么都可以，超市啊，取快递镇里是4公里，所以说说是深山，但是不是那么太与世隔绝，知道吧？哎，这个是我们全家都爱吃的，不知道咋样？哎呦，哎好，妈呀，挺老，挺老呀。没有香味呢，嗯，揪开有点，可以。芹菜好像不是很新鲜，萌萌。老吗？不是老，看着好像不是。好像不是。上次那个挺新鲜的，是吧？嗯、对。买了2把呢，还有茭白、角瓜，我爸爱吃的。莴笋。莴笋。我这2个莴笋大。先吃叶，后吃梗，是吧？嗯。哦，这个有刺，这个是菠萝。哦，你这芒果是2盒啊？3盒。哦，那还有1盒，3盒。妈，这芒果这么绿，咋吃啊？妈，它看着挺大的，是大芒果是吧？嗯。实际上不大。妈，你这是菠萝，不是凤梨啊？带刺儿。嗯，带刺的是菠萝。所以打开，打开放在车里有清香味儿。越放越香、嗯。对，这个都得放好，不能吃。太绿了，这玩意儿。看是不是太绿了？啊，这还有这个。猪腰。猪腰子，腰花。这是个大菜呀、啊，同志们，给你看看这个大菜，是鸭子还是啥呀？鹅，大鹅呀。哎，就那个鹅，居下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哇，真有才，这么难的诗你都会呀、啊？你真棒，你也会。我小学一年幼儿园学的是吧？记得拉一袋吧，把这个袋儿给接上。对，这冻着呢。哎，明天吃。这啥呀？这是拆快递了吧？拆了。什么彩膜啊？这是谁的？这是应该是键盘膜。你的呀？我的。嗯、哎呀，使劲踩，踩碎它。键盘膜啊？嗯。我帮你拆开就好了啊，你放这儿了哈。好。啊，还有2个蛋饺，这是我选的。哎，安井的蛋饺还可以，实话实说。这个我妈买了狮子饼，这个是老爸老妈爱吃的。买了点鹌鹑蛋，我说买点鸡蛋腌点那个，不是腌点那个，做点这叫什么了？叫那个茶叶蛋啊，鹌鹑蛋呢和鸡蛋一起卤一点。这啥东西啊？这谁的？这是你的？我的。你的还是我的？我的，我的黑魔杖。黑魔战神呢？干啥的？妈，你送你还出来呀、啊，娘啊！一大堆呀、啊！他给你买大鹅了。他说你手受伤了要补补。铁锅炖大鹅。好啊。讲不讲究？好，讲究。玉苞米说是粘苞米，东北粘苞米，看那样子北北下下的，不知道是不是。这不好啊。是冻的吧？冻的呀，应该是冻的。冻的熟着冻的还是生着冻的不知道。熟冻的都是熟。这啥玩意儿？黑魔杖。这魔杖，你就是魔杖啊你。魔杖买魔杖。可好了，跟你讲，可显白了。干啥的？涂嘴的。陶衣裤白色，这个是谁的呀？不知道。妈呀！这什么？玲玲还给我买衣服了。妈还买白色的裤子。我正好手脏，擦擦手。哎哎哎！啊！不行。擦擦手脏。我给你放我身后啊。行，抠门擦擦手怎么了？白色很难洗的，没事儿。这也是裤子，应该看能不能看？能，这是穿出来的吧？不是跟男朋友穿的裤子啊？是吧？穿出来的啊、嗯。问清楚，还得问清楚一点啊。这灰色这玩意儿耐脏啊，这可以擦手啊？这也不可以啊？这也不可以，都不能擦手，我说的。不能擦手，拿擦嘴呗。擦一点儿。你老欺负你妹妹，我欺负就够受了，你还跟着欺负。这什么玩意儿？嘿，这是我给那个谁啊，
榴莲这两天不是菠萝呀，菠萝这两天不是又闹情绪了吗？嗯、又思春了吗？嗯、为他买个老公。这猫，这是猫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！这怎么这样的呀？它有四只眼睛。是的呀，怎么会是这样的呢？这个猫上当了又，不都是图片上看很像的呀？是不是？看着看，这么看是不是也挺像的这只猫？嗯。啊，掉下来，双两面光这是。你看中，你从中间看。被骗了。中间看也是两个眼哎。这给我们菠萝买了个老公，前两天就是。萌萌拍了个片儿嘛，晚上睡觉她发现一个橘猫来了，然后一个公猫大橘猫来了之后啊，这个小菠萝就开始思春了，人家不来了，我说这咋整，我说给她买个橘猫吧，放在窝里陪着她啊，省得她孤单。看看这个是啥，妈这不能开吧，啥呀，啊我买的垃圾袋，你买的啥东西不能开，垃圾袋，垃圾袋有啥不能开，我以为你们买的呢，你知道为啥买的垃圾袋吧，为啥，看这里一个没胳膊的小伙卖的，又没胳膊小伙卖的、啊、上次买那个不是因为那个生日插管的小孩扑通扑通买的吗、嗯、买了太多嘛，但是质量还不好，我寻思我少买点，买个十几块钱了，13.9包邮嘛，三袋啊，咱那爱心也是，爱心也没那么大，多少献一点意思就得了，是吧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，这是谁买的，男朋友买的，啊，这是男朋友买的，嗯，我开合适吗？你开呗，真男朋友买的，真的，哦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就那个呗，哪一个？啊、哎呀呀，那咱们那下次得，你这为了堵我们嘴呀、啊，这要吃完了得说人多少好话呀，你说，啊，哎呀，哇，看看，男朋友该买啥了？干脆面。妈呀，你这男朋友挺流氓啊，你看，啊，啃我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说到底啃谁呀、啊？我吃不合适，留你吃吧，这玩意儿。妈，还有个 AD 钙奶，小男友给你买一大箱子呀，男友真好。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吃啊。你咋不好意思吃？啊，害羞吗？妈，不要害羞，吃人的嘴短，你可得说人家好话呀。好了，给你放这吧。好。哎呀，想捧捧场，但实在没啥适合我吃的，都是你们小孩子吃的。这是你的，我的。我的都是你的，萌萌啊，这也是小男友买的，嗯，那个小林的都是他买的啊、哦、哎呀我去，这男朋友真好，哎呀这男朋友靠谱，这个比之前的靠谱是吧，啊比从吵架分手的靠谱，我去，完了开反了，好像是这回事，这么长就这一小方盒、啊、还有一个，哎呦我哦，买一买这么多呀，妈呀还有个情书，妈呀，轻轻一枝梅，小妹妹你爱谁，如果你爱我请把情书回你瞎读的吧，你这哪年的呀，你自己看看，嗯啊，人见人爱讲啊，我看错啊，这儿呢啊，哎呦我去，这太肉麻了啊，玲玲你燃起熊熊烈火，照亮我灰暗的生活，融化我所有的冷漠呀，哎呦我去，你看你这词儿多硬是啊，这你直接写给小姑娘了吧，你的词儿也挺意思的，来，嗯，妈你真看看在这儿呢，妈这个可真是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我念念，你太肉麻，这不好，这个有点那啥、啊、这个是，那别跟我说是空白的啊，空白就白白的意思呗，啊可以念吗，念吧，妈呀这写的就更肉麻了，真的我都不好意思念了，口水真的是都哪，不是口水，不是那个口水，为什么要流口水，不是口水，就是那个都快反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，我爱你，所以你不用做那个听话才能拿到小红花的小朋友，就算你耍赖闹小脾气，我也是最偏心你啊、哦！口袋里的糖都给你，你这之前写给小姑娘的吧，是不是，
妈呀，什么小姑，这写给你的，你看。好肉麻呀！妈呀，他名写错了。他说这个好像不是给你的。啊？这是不是写小小娜呢？小娜是谁呀？我怎么知道你随便乱造？你哪个前女友叫小娜啊？不是，这你男朋友给你自己看看。来，看看看，来来来，激动点，别哭啊！嗯，可别哭啊，快看看。完了，这字怎么看完还消失了呢？是不是吓死了？刚才是的，吓得心扑通扑通的，是吧？哇，真能玩了，本来挺开心，我男朋友真好，结果记错地方。